有的想，有的不想。感谢神。我们在跟这位的弟兄姊妹打声招呼。我真羡慕你，你这么年轻就认识了我。我真羡慕你，你这么年轻就认识了我。所以我们很年轻，好了吗？我们为什么有永恒的生命？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人。
杀了？没有啊，没有点名啊。后面的那个姊妹，我们上来好吗？一起跳，这个是你。上来了，姊妹，上来了，一起跳。姊妹，四岁的一个英雄好吗？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，一夜之间，
但是他并没有去怀疑神，而是依然坚定不移地去信靠神。在约伯记的最后，神向约伯说话，约伯也向神告白说：我从前奉闻有你，如今现在我亲眼看见他们。约伯从苦难里面得以看见神，但是我们能从苦难里面看见神吗？神最后将他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变为公平。我想下面这首赞美，我们用带着大卫和约伯的心情来赞美这首赞美。你在天上听我祷告。
是，或许你是把一些人的冷眼，或许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，或许你在生活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有神，神依然会将你的一切不公平换为公平。这一切，我将我自己来到主面前，我向神祷告，求神让我用信心去敬拜他，求神让我用大卫的心，用约伯的心去敬拜赞美他。这一切，让你从神来到这面前，从神开口。Oh,
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